哇，里面的七天力王跟专柜的是一模一样哎！哇，黄色针对眼周暗沉的修饰还蛮明显的耶。嗨，我是大元，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Maybelline 最新推出的二合一无瑕光缺气垫，还有就是瞬间修饰遮瑕笔。首先来分享他们的包装。你看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雾面消光黑的感觉，还有一个外面金属光圈，然后呢打开的话呢可以看到里面的粉扑。粉扑的话很特别的是上面是绒毛面，下面的话呢是气垫粉扑，所以呢上面可以针对像是局部啊做遮瑕使用，那下面这区呢做大面积的做拍摄粉底的动作。打开了里面的话，这层是遮瑕膏，这边就是主体的气垫啦。哇，里面的气垫滤网跟专柜的是一模一样哎。遮瑕笔的部分呢，顶端呢是海绵头，在尾端呢转一下就可以挤出来遮瑕膏哦。我们先来手臂试色，黄色可以提亮肌肤，绿色针对修饰泛红，紫色呢修饰蜡黄的部分。气垫呢有遮瑕膏跟气垫粉饼，三号色比较偏暖色调，所以它适合自然色的肌肤。那四号色呢偏向粉色调的，它适合更白皙的肌肤使用哦。拉这么近，好啦，我先上半边脸给大家看喽。黄色呢针对眼周的暗沉跟额头做修饰，绿色的话呢修饰鼻翼的泛红跟痘痘的泛红哦，紫色的话呢修饰脸颊。蜡黄暗沉的部分可以轻轻用手或用海绵推开。哇，黄色针对眼周暗沉的修饰还蛮明显的耶。接下来呢使用气垫，如果喜欢清透妆感的话呢可以先用遮瑕膏再用气垫，那假如说喜欢无瑕妆感的话呢可以先用气垫完之后再用遮瑕膏做修饰哦。那我今天为大家示范先用气垫再用遮瑕膏的效果，再用绒毛面沾取遮瑕膏。可以看出来气垫打造一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让一种皮肤呈现水光的感觉。它遮瑕力啊还不错，而且妆感不会厚重。我来教大家一个小撇步，用它上面遮瑕膏用手指沾取，在 T 字跟颧骨上面呢做轻轻的拍点，这样可以瞬间打造一个立体的五官哦。手机自拍光圈可以扔了，赶快试试 Maybelline 二合一无瑕光圈气垫，让你随时拥有光圈美肌。